中国乒乓球队是历届奥运会上的常胜之师，目前他们正在成都进行集训。那随着倒计时牌的数字来到100天，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员们也进入到奥运备战的冲刺阶段。他们的训练从技术到体能强度都在不断的加大。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比赛从今年7月24号到8月6号，共计14天的时间。乒乓球项目首次增设了混双项目。这就对国乒队员的体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目前呢，国乒队员在成都乒校的训练正在按步骤、有计划的进行之中。国乒队员也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，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。